好，欢迎我们的金靖，还有第一次来的孙晨俊，欢迎。来，晨俊给大家打招呼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晨俊。晨俊，我跟你说，上次他跟林赫来的时候，你不是不在吗？他就跟林赫各种的那个互动啊，各种甜，各种。何老师，怎么是这样？我当时就说我要跟那个晨俊告状，我跟你说。我有看见。对。他刚刚在后台见到了星月，立马就又变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喊他张大人。何老师，等会儿啊，没关系，晨俊也在我们那个节目，也有自己的，明白？自己的 CP 线哈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组就是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年，看是金靖的会因为陈俊的心跳更快，还是陈俊会因为金？你现在已经很紧张了，他已经很紧张了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心也一下子跳得好快、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来吧，赶紧的吧。女生坐在这边，干嘛要放这个音乐？啊，女生在这里，好，来吧。不是这个有点太挤了吧？要的就是这种，要距离感，拉近。然后记得我们在提问之前一定要摁一下自己左边的这个按钮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计算心跳的这个手表就会打开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个人小手手拉在一起。还要拉手啊！我想好了，想好了吗？谁先问？等一下，我们戏里都没有这样，早知道我就早一点来海六了。等了一百年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吧，那个想好了谁先问吗？你先问吧。我先问。好，那要开始的两位请按下这个按钮。好，来准备。好，开始了。开始，开始。第一问由陈俊问金靖。还记得我们杀青的时候护送的香薰蜡烛吗？看到它的时候会想起我吗？会想起我吗？就是我把它藏起来了，因为我害怕想起你，害怕想起你。我送你的蜡烛你有用吗？我每天都有用。真的能这么耐用？烧干了吗？这不就烧干送了一打。能不能休息一下？我脸好红啊，没有这样。哇，没事，还有一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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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擦一下，都是汗。擦到人家腿了。哇，你这一碰他，你看碰腿，哇，109。你眼睛烦时候。受的伤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原来真的有演员走不出来。最高陈俊是到124，金靖到122，124、122，他们的总和是246。天哪！天哪！金靖，我再也不会觉得你们在开玩笑了。来，真的，汗都出来了，哇，好大呀！真的好厉害。我跟你说，那个金靖，你是属于慢热型的，因为陈俊是一上来就往前突突突突冲，你前面一直80多，后来直到那个他问到第二题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开始，孙晨俊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题呀？想了一宿。好，第一轮要上场的是新月雪琴对金靖孙晨俊，来有请。好，哇，啊，我不跟你玩啊。我们是跟吴磊他们玩，来，请坐。来，陈俊，那个雪琴可会泼了，也真的，对他特厉害，对，就是发挥不太稳定。好，来，先石头剪刀布，决定谁先攻。我第一次玩，没关系，别紧张，有点紧张。我给你打，来吧，孙俊。新月是不是也第一次玩？对，好，来。但我有偷偷练过这个，有偷偷练过，使暗劲呢，怎么？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
绝不。好，心月先攻。好，来，王心月先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左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下。三二一，下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反应好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陈俊都是三二一左，三二一左，三二一下，还在口令。对，你不用告诉他你要说的那个方向，你直接说看这边就行。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办法，他用这种语言在暗示你，你知道吗？下。对。只有我这了哈。好，来，现在是孙陈俊赢一分，星月进攻。好，那我好。三二一，这边。好快啊！哇哦，好快呀！这反应也太快了，我感觉我姐。天哪，雪琴这反应！陈俊悠着的，我觉得陈俊快把自己撅过去了。你反应过来了吗？我没反应，我感觉我脸正在朝这边转的时候，水就已经在脸上。不容小觑呀！好，现在双方一比一平，陈俊进攻。该我了，等一下，还得捋一捋。好，要不要好吃好吃一下？好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三二一，这边，这边，哇，金靖啊，可以哦，面露凶相，刚才他泼到我了哈。那个提醒一下，不能躲，不能躲，我们男生不能躲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。这也没躲不躲的问题，何老师，何老师这也没躲掉啊，拖到这边来了，那你是下意识的反应了。哎，今天这两位女生真的非常稳定，且高速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2-1，选王心月进攻。三、二、一，看这边。哎呀，杜姐，看这边。哎呦，杜姐，看这边。哎呦，杜姐，因为我们这个实在太安静了，这个大家压力都非常大，我感觉雪琴应该也是这样。不是那意思，绝对不是那意思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为什么你们玩出那种在下棋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鸦雀无声。我说原来不是他反应快，而是他每一次都准备好。激动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孙陈俊进攻，来吧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别着急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哎，没动。看这边。他动了，他动了，我动了，他的头是往上的，是往上的，往上，往上，微微动了一下。好，孙陈俊再拿一分，心月守住啊。好好好。原来是两个人就是轮流伸手，还是两个人手一直就是很快的那种轮流的。但你可咱们俩可以，就是你要想玩快的也行，对对对，这样都行都行。好，现在来到我了是吧？对，到你了。来来来，三二一，右边，三二一，右边，三二一，左边，三二一，右边，三二一，左边，左边。哎，这个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左右应该影响不到啊，主要赢在气势。对，气势，气势。好，现在追回一分，2-3，孙陈俊进攻。哎呀，你看我的脸，怎么你的脸也会这么？没事没事，来来，不要影响你的心情，加油，等一下，冷静了吗？冷静了吗？好，来，建明要不要加下油？我们不用，我们摆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必胜，必胜。来，看这个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再看这边，三一这边，三一一样，三一一样，对，雪琴好快啊，真的挡住了，然后那个水直接溅开了，雪琴太快。你看，都溅到你自己身上了。哎呦，你这个差一块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多呀？没事，游戏开始来。好，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好，现在4-2。心月，你的赛点守住，加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下。三二一，右。三二一，右。三二一，下。哇！三二一，下。哇！
好，星月又追回一分，4-3了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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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说万一我一时间包打你脸上？我刚想到这个，没事，我会装作不疼的样子。不要，别打到啊！还可以吧，孙姐？可以。这个水已经多到，已经玩嗨了。来来来来，承让。4-3，到陈俊进攻。三一这边，三一这边。刚刚绝对没动，这边没事。金健，你对的，我是慢了一下，慢了一下，慢了一下，你不能不动呀。刚懵了一下，对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比赛结束了，我们祝贺伤筋动骨100年，非常不容易拿下了这一局。反应不过来，哎，我用过，没事没事，完全反应不过来。你擦了下脸，嗯，好，好，请听第一题。晶晶和陈俊，扶眼镜，回答正确。谢谢魏大师。请问现在很多90后、00后喜欢看甜甜的影视剧，那么最让大家觉得意想不到、最抓马的吻戏是哪些？来，晶晶和陈俊，倒立接吻，倒立接吻，回答正确。是不是有拍过这一段？他是主人公。我们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怎么在一起？就是啊。是那个，是那个，是吧？对，那是你啊！我谢谢。哎呦，咋回事呢，哥？不是，那男生倒立，女生怎么办？也倒立？坐着。啊，男生倒立翻上去，两个人倒立跟正着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区别呢？两个人一起倒立，那为什么不正着？要不你还原一下吧。还原一下，我真的，我真没看，我真想知道啥样啊！我给你长，给你长着。我终于可以拍吻戏了。他倒不起来。我们给你长着吧，我们给你长着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一二三，就这样。张若楠是怎么答应的？你滚！对。倒立接吻是这样的。对，后来特效把他们三个抠掉了，太荒唐了。哇，这个吻好狼狈啊！这个吻。世界颠倒，我爱你。对，我懂你。听得好。拿下来了。530，孙成俊，你要挑战的是多少？现在3米，你要加到3-1，对不对？3-1。好，3-1，孙成俊挑战3-1。先浇水吧，来来来，先浇水吧。孙成俊，如果你跳不过去，我俩也玩完了。来，请挑战。从容淡定，我相信你，运动员。来，准备，挑战开始。没了。没了，灌篮是吗？挑战失败。好，接下来到了孙成俊的环节，咱们跳多高？其实降也没有关系，因为降了就会被他们挑战，我们也是没成绩，你踢不到也是没成绩。跳吧。 OK， 我们2.8米吧，2.8米吧，2.8米，来，降到2.8米。其实现在就是稳。孙成俊，我只希望你先把腿打开。跳了两，来，加油，孙成俊，2.8米没问题，走走走走，成功了，错啊，失败的。错啊，帅的，帅的，可以，帅的帅的帅的，
而且他是属于那个往上踢的那种感觉，原地起跳的那种。对对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孙晨俊的这次成绩。哎呀，这个动作漂亮。你好心情